来，来，哎，你付款了？啊、哦，我行李。刚过来越南的海关，这边很多换钱的，卖电话卡的，在这边已经就过来越南了。越南的海关去见朋友啊，这边因为在这边。我们中国朋友过来又没有交通工具啊，也没有熟人，在这里就很不方便。你看在这个地方除了就是喊你坐车，喊你去玩办证件，前面就是那个啊，去河内去北宁去什么别的地方去打车的，就是、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就是坐车去很远的地方啊。这边打车的最喜欢中国人了，因为怎么说啊，他们就是坑一个算一个。好、啊，这边就来了。几点钟来的？我刚来。刚来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那去前面带你去玩吗？带我去玩，好了，我坐摩托车走了。戴帽子啊。戴，还要戴帽子啊？嗯、来来来。我们去前边，远不远呢？远了，不远。好、啊，跟着他走了，我们到时候看一看。今天天气很凉快，今天出去走一走，出去看一看，看看外面有什么好吃好喝的，跟着小小。街上搞得好干净了。嗯，不凉快不好玩嘛，出来凉快才好玩。现在去哪里？带你去吃东西吧。喝水呀、啊？啊，有什么好喝的？走去看看。有好喝吧？走。哇塞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都知道啊，你都来了。哇。老婆的啊，太阳。老婆提干我呢。你想？有那闹东西。不知道他们讲什么。哇塞，这里好多人了、啊、都在这里喝水啊，在这里啊。哎啊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坐哪里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有那个的干净水，还有这个椰子，还有两个这个、啊、你要这个好吗？好吗？em ăn được không bạn? Đây có hai hai lần như này nhá. Vâng, lần lần đi chị. Sao mà那两个嘛，我给他一个人一个嘛。这个甜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吃过，是又甜又凉。其他面还没有吃过。不，你们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啊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哦？给哪个？那个甜呀？不知道，今天小小带过来喝这个珍珠，珍珠，珍珠，珍珠啊，珍珠，珍珠奶茶啊，不是奶茶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在哪里？这个是，来珍珠嘞，摆那个啊啊，那好，那就喝，今天喝这个挺好的。那你坐这里、哦，现在杰克坐哪里？我坐里面去，来、嗯，就是。请你。哇塞，冰冰凉凉的。啊、这个应该我们中国没有。啊、你们中国没有？没有，只有你们这个地方才有。这个是珍珠嘞。这个是珍珠啊。啊。哦，我给你搞一点珍珠给你。好。你这么喝喜欢喝？我有多啊，上上面这里。你喝多吗？喝多了漂亮一点吗、哦？是不是啊？嗯、我喝小点小点，我都不用那么漂亮的嘛。这个是多少钱呢、啊？这个便宜。小、嗯、爱给你们慢慢点点。十，算了呗，三块。啊，三块，两万。嗯，可以。三块一，三块一万。中国钱三块，越南钱一万，十千。啊，十千。哇塞，你怎么今天这么漂亮啊？啊？中国的朋友他喊你去中国玩，去吃中国的好吃好喝的，挺好的。来，我们吃啊。好，我们吃。今天搞得好漂亮啊。嗯。甜的。
酸酸甜甜甜甜蜜蜜的甜蜜蜜甜甜甜甜的甜甜凉凉的啊、哦、好，在我们中国应该可以去买的，没有这种，我们只有这种白白的豆腐花。哦，好吃吗？还可以，很好吃。我以前没有吃过。啊、哦。啊、中国的朋友们，以后你们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个地方。嗯。这是叫什么？豆腐糕。豆腐糕。可以啊，不好吃还不贵。啊、哦。今天跟你一起在这个地方吃这个。甜甜蜜蜜的，愿我们的生活、嗯、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，地久天长。嗯，以后中国朋友带过来也给他们吃这个，很好吃的、哎、嗯，我们重庆那边也有这种。嗯，吃一个两块啊。我们中国一块两块无所谓。嗯，这里就几块三块。嗯，这个如果你每天现在像天热啊、嗯、你吃这个我们的人才两块。我、哦、吃了不流汗了。嗯、哦，哇塞，我今天很热。他跟你一样。他跟我一样。啊、嗯，他是越南妹妹，是中国的。他们是越南的吧？越南。这边怎么这么多呀？你们越南妹妹都喜欢吃这种吗？嗯。吃了漂亮是不是？漂亮又凉快。又凉快。嗯。是啊，你看这好几个妹妹都走了，他们了，这么多。我那个妹妹还看我。啊。啊。啊，他没有看到中国人是吧？嗯，没看到帅哥。帅就不帅了，怎么三个在那里都没男的？嗯，都是没男朋友的可能。嗯，可能他们去玩了。是啊，在你们来你们越南这个地方、嗯，就是说跟着你们做朋友，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，嗯、还是挺好吃的。嗯，甜，嗯，甜蜜蜜。嗯哼。我们的生活是甜蜜蜜转歪歪，生活充满阳光、嗯、今天好凉快啊。嗯，很凉快啊。我们今天去哪里？等一下你我带你去哦，去逛逛，然后去乡下那里吧。乡下？嗯，不是去你家里吧？啊带你逛逛吧，走一走啊。不去你家里、嗯、改天再去，过年过节再去。嗯，难得跑、嗯、去你们附近农村里面走一走好不好？好啊，好的，好了，那我们吃了我们就过去了啊。嗯， OK。 在越南这边啊，我们在街上经常碰得到这边来吃东西的，前面还有好几个，三个妹妹、嗯、三个在这边就是鱼多难少，在我们那边就是男多鱼少，三个妹妹都没有带男朋友过来。哦，那边也又来了一个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好地方啊，以后大家有机会来这边来走一走，来看一看。多少钱？两万。两万。来。来。哎，你付款了？啊、哦，我行李。你看，原来妹妹她还跑到这边来，还请我们喝那个豆腐花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MD 嘞。慢走啊，明天来啊。好，走。好好，明天又来你家里。嗯。